第一次，那个心整就是啵啵啵啵在那边跳，真的很紧张。那条鱼尾巴翘得很高，看到鱼来你就很紧张，很紧张这样子。那头一两天很难适应。Ghost of the Flat 不是徒有虚名的，因为他们很喜欢转圆圈，你必须要被他们转。就是真的是神出鬼没。印尼的 Rajang Pad， Bullfish， 北梭鱼啊。六条一起，这样一群一个人冲过来，然后争先恐后的想要，应该是地狱级难度吧，我觉得。Best fishing team ever.